新任驻印尼代表陈忠日前抵达印尼旅行，才下了飞机，便随即前往台商和侨界举办的欢迎茶会，感受当地侨民的热情，包括多位侨务委员、印尼台商总会、雅加达工商联谊会等多个团体代表都到场共襄盛举，场面热闹非凡。陈忠表示，从南非来到印尼，除了持续推动政务、侨务、教育和台湾印尼的文化交流，也将在印尼贯彻新南向政策，推升当地的投资规模。因为印尼是阿显的龙头，它在各方面呢都是我们新南向政策要推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的。经贸方面已经推动多年，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人才交流啊，这个文化方面的交流，另外一方面。我觉得现在新的领域，除了已经在推动农业在推动的工作之外呢，新的很多农业方面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推动。陈忠表示，未来除了深化台湾和印尼既有的交流基础，包括像是生技农业、远距医疗、渔船和海洋经济等，都是台湾的强项，也是双边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。